月薪30000出差啊，200万的客户总算谈成了，可以安心吃口饭了，出门在外能省点是点。炸！月薪3000出差，终于出差了，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啊！老板，把你们特色菜都上一遍。嗯，出国出差太爽了。为啥工资越少吃的越好呢？叮叮叮，我啊，怎么都掉地上了？反正没人看见。哎，我最喜欢吃鸡翅了。你现在是不是都改明抢了？谁明抢了？我不选炸鸡，跟你换。你别笑。小李真傻，这地上鸡翅还能换个炸鸡吃？哎呦我的妈！地上这么脏，肯定要穿稀。哇哦！大哥，炸！你这个人怎么乱吃水啊？衣服都给别人打湿了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吃水枪都在你手上，你还狡辩？这不是你，你什么你？我一生都湿成这样了，不是你还是谁？赶紧道歉吧！听到没有？赶紧道歉，把吃的赔给我！明明就不是我，你别笑。我说的是你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身上也湿了。自己拍视频。腐竹可以完美吸收辣味，准备10包泡椒凤爪，把你们知道进去。凤爪不要，再切点卡罗来纳辣椒。炸！搅拌半小时。嘿，看这回小李爽不爽？小李，试下我这个凉拌腐竹。哎，最近胃总不舒服，吃不了辛辣的。胃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有新39胃肽，舒服一下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让我试一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小李，听说江同学问你敢不敢参加999实力蹲蹲挑战赛。这啥不敢？腐竹炖罐奶茶炖，奶茶炖罐新味态炖。耶，挑战成功！哎、下一个安逸释放自我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哎，大哥，你看我新买的奥特曼会飞，炸！哇，我的尾巴！还好我眼睛手快给你接住了，就是沾了点辣椒，没事。这就沾了一点。我可以洗。你别想吃啊！你别笑。都吃了这么辣，刚才就想劝你，这是我洗辣椒的水。那么你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猪尾巴竟然全是猪肉做的，太好吃了。对象，不用我这个金砖换你的卡兔啊！哇，这人也太傻了吧！假的，你别跑！旅客，哼，我今天就在这等你。你别笑，炸！美女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光头进去？是那个很帅的吗？是，看见了。我要在里面，看我以后不收拾他。嘿嘿嘿嘿。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隔壁大哥小李。不经意，我们玩快手已经足足一年了，粉丝也突破了150多万。这期间也没给大家准备礼物，这次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10万份蓝牙耳机，给大家包邮到家，苹果、安卓手机都可以使用，还准备了10万份充电宝。什么时候没有了，什么时候这条视频就删除了，绝对保证包邮到家。如果你还能看这条视频，就说明礼品还有。下面我就教大家如何包邮到家吧。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链接，一定要点击左下角这个链接，即可立即下载淘特 APP。下载完成后，我们打开淘特 APP， 然后使用淘宝账号就可以直接登录了。登录成功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包邮到家这款蓝牙耳机和这款充电宝了。淘特是淘宝旗下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登录，抓紧点击左下角链接免费包邮到家吧。等下，我今天新学一招定身术，可以让你一动不动。怎么可能？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？你不信，那我就给你赌100。哎呀，我的了，什么玩意在我背上？你没啥，就是4条禁欲，千万别乱动啊！那可是4条生命。啊，真香啊。小李，炸！我跟你没完。去拉了吧你。我太难了。哎，把鱼拉走啊，下雨了都。嘿嘿嘿嘿。哇哦。等一下，我刚朝里面捡的水，真巧，不知道值钱不？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这冰凉的手感，97%是炎冰珠。这不会是奥特曼胸口那个能量球吧？你不要瞎说，你先吃肉。哎呦，这一看就是个玻璃球，砸到人多危险！我去给你销毁了。这么大夜明珠，太抬了。嘿嘿嘿，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湿湿的？我不尿裤子了，你别笑！哎，这东西要不是补脑，谁会吃啊？太难吃了。啊、核桃哪是这样吃的、啊、那不能吃它的核啊，谁咬得动、啊、当然不是啦、嗯、我来教你正宗吃法，先把核桃砸裂开，丢进去，加点辣椒、哎、加点醋拌一下、哎、现在你尝一下啊，咋还这么难吃啊，是不是我太土了，咋样，是不是好吃多了、哎、是啊好吃，你别笑、啊、这个核不能乱丢，必须要专业人士处理，一会儿吃饭再叫我啊。嗯，小李真专业。哎呦我的妈！啥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命了？鸡腿都敢吃？你骗谁呀、啊？我天天吃、啊。据科学家统计、嗯，所有吃过鸡腿的最后都死了。哎、那怎么办？你先把鸡腿放下。还好我有一本秘籍，可以挽救一下你。扎跑步，救命之恩来时再报，我先跑了。嗯，太棒了！今晚一人三个包子啊，我去拿点东西，先别吃啊。三个包子哪够吃吧？管你那么多。哇哦！啊！哎呦，太饱了！你把包子吃完了？还有烧鸡你不跟我说？既然你把包子吃了，那烧鸡就我自己吃了。哎，吃不下了怎么办？哎、有了！这下又能吃下饭了，大了吧你？哎呦，还是我聪明。等一下、嗯、你先别吃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助个兴。什么魔术啊，看看看到这个小人没有、啊、三二一，我操，还有个更牛皮的魔术，快表演快表演，现在配合我一下，用这块布把自己的脸蒙住，再倒数三个数之后揭开就会有惊喜，那我开始咯，三二一，我操，直接消失了。大哥的都是好吃啊。等一下、嗯、别吃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，啥，哇，藏宝图，是啊，你这么聪明你肯定能找到，我去死就回、真的有、小李果然没骗我，竟然是黄金奥特曼，哎，吃炸鸡怎么能没可乐呢，啊！小李竟然在旁边，我现在走开，他肯定会过来偷吃。有了，看我把来福放在这，小李赶过来，手给他夹断。哇哦！我的天哪！这可怎么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啊！嗯，他不是更好吃吗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妈真香，哎呀，炸！哇，来福果然给我守得好，一块都没有少。来福啊，来福啊，这是谁干的？我一定会给你报仇！哼，火锅喽！哇，火锅就是要吃清汤的，才能吃出食材的原汁原味嘛。炸、啊啊！好痛啊！哎呦，哎、嗯，大哥，小李。完了，他一会儿肯定要抢我吃的，那我只能先下手为强。嘿嘿嘿，我可真是太机智了。哇，吃这么辣，好羡慕啊！平时都吃这么辣，你敢吃吗？哎，干戈了自损。明天吧。啊，他竟然不吃，哼，肯定是怕了，自己吃啊。爸爸，你别笑。爸，今天看你上不上当？哎，来了！谁放个盘子在这儿？嗯，恭喜你，勇敢的少年，出发了史诗级任务，获取天蓬元帅的好感。有什么奖励？你将获得我纵横天下五千年的秘诀，届时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天蓬元帅，快吃肉！嗯，可以。等我吃完，告诉你秘诀。快吃，快吃！从此以后，我一定要让小李好看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能说秘诀了吗？可以，秘诀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大喊大师兄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、啊、这么简单吗？又一个人吃东西，看我怎么给你抢过来，螺旋飞行发射，哇哦！ baby 小李还想抢我吃的，还给你。既然如此、那就别怪我放大招了，凭我 7.8 秒的百米加速，他肯定连反应时间都没有。你别笑。
杀！啊！喊你不要洗快车吗？嗯，这么好一盘鸡，我一定要给它搞熟。这可是来自印度的辣椒面。哇哦！机会来了！哎呦！我的规矩，沾到我的辣椒就是我的了。还有这种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的规矩，沾了我的水就是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舒服啊！看我吓你一跳，一会儿真来抢你排骨。啊、哇哦！啊！开个玩笑，至于吗？哎，开这种玩笑吓死人，赶紧吃块排骨压压惊。这水怎么这么咸啊？这葡萄长成这个样子，肉还有五瓣，是不是坏了？肯定没坏啊，但是它变异了，那不是很珍贵？等一下，珍贵个屁！你知道这种变异水果吃了会怎么样吗？会怎么样？你看这只鸭子，它就是吃了这些水果，现在脚没了。羽毛也没了，变得跟条鱼一样，他以后怎么在鸭界混啊？太可怕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可不想变得跟条鱼一样。听说这龙宫果100多一斤，大哥真不识货。又背着我吃好吃的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哇嘿嘿，杀！还给我进货！嘿，冲！哈哈，烤鸡我的啦！哼。肯定是小李，看我给他来个刺激的、辣椒香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天这么热，喝个鲜榨果汁太舒服了。拿来吧你，嘿，刺激了！哇，这味道不错吧？哇，这果汁配烧鸡也太爽了吧！我太亏大了。拿回家慢慢吃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今天就靠你啦！小杰。一会儿在上面给我狠狠地骂他。站住，胖子！你说谁呢？就你那胖子。没大没小，这么没礼貌！炸！你有本事再说一次。胖子，胖子，嘿嘿，你才是胖子，你全家都是胖。啊！都怪你，小样，看招！太亏了，拖鞋也没了，谁家的鸟啊？我太难了，真厉害，特地给你留了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嘿嘿，又有吃的送上门来，看我吸星大法，加个风力增大器，瞄准，开吸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啦，千万不能吃啊！我今天就要吃。滚！哎，劝你咋不听啊？哼，我还撒点辣椒呢。哎，这我刚垃圾桶捡的，准备拿回去喂狗的，这你都抢，炸！嘿嘿嘿嘿，等你好久了，我的后羿弓已经饥渴难耐了，炸！哎，又是你，就是我，你能咋地？不咋地，就想问问你，好吃不啊？娃子啊，好吃，我这还有，也送给你。哼，给我等着。哼，又一个人吃好东西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天外飞镖发射，炸！嘿嘿，我的啦，大哥真傻，炸！哼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哼，乱丢垃圾，痛死你！咱俩一人一颗骰子，谁要的大，谁吃这头肉。比运气，我还怕过谁？谁跟你比运气啊？还是你？随便你怎么摇，都不可能大过我。真的吗？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哼，你六个面加起来都没我大，这肉就是我的啦！等一下，你看清楚啊！你再数数谁的大？还是棋差一招。想吃肉还是得多动脑。又一个人吃肉食，看我这个大哥，你先别吃，你看那边金光闪闪，肯定有宝藏，你去看看。包拿着，一会儿分你一半。嘿嘿，这也太好骗了。哎，细脖子啊？哎，不对，真有宝藏。炸！哇，那么多，分他一半吧。小李，这么快？哎，别跑。
草啊！哎，看来只能独吞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用一张你绝对没见过的奥特曼卡片，怪你这些吃的。你能有我没有的卡吗？这张你有吗？这肯定是假的，你骗谁呢？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，千金吧。你连一块钱都没有吗？啊，什么一块钱？这些薯片我只花了一块钱，现在拼多多有活动，一块钱就有机会抢12包薯片，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加。这么划算，谁让你不早说？你看，别挣扎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哼，看我下次怎么整你！不同存款吃午饭，100块，现在还有100块。哇，100块太多了，花都花不完。5000块，哎，卡里就剩5000块。还有兴趣巴西的，明天去交钱。我知道了，中午还是吃个馒头吧。不行，就是不够花。为什么钱越多吃的越差呢？月薪30000吃牛肉。哇，老样子。油放少了。先生，您一共消费5888。月薪3000吃牛肉。老板，来个米饭，来个小份牛肉，快点啊。哇，哇，多少钱老板？18.8。你们觉得哪种好吃呢？不同场景回家吃饭，99分。说这一份怎么扣了啊？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学校吗？今天就吃这个，下次我一定要考100分。61分。妈的，我及格了。我的天哪，我儿子太聪明了，再加两个菜。我儿子这么有出息，以后是当宇航员还是当医生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总是跟我说用蜜雪冰城煮泡面牛逼得很。那我今天就做给小李尝尝。连火提醒大家，在家自己做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带冰块的，煮了好久才开。还有方便面的调料千万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是精华。最后再给他来点小蔬菜，马上煮好了，我们给他搅拌搅拌。哇，闻着还有点香。小林，开饭了。这啥玩意儿啊？金汤肥牛面，原材料用的都是国内大牌，炖了好久呢。让我尝一尝。这味道不错，酸酸甜甜，有股东南亚的味道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哇，好吃啊！吃这么干净，下次给他吃个啥？不然过期这么久了，不然加工一下给小李吃。把它狠狠的丢到盘子里，加入火鸡面的酱酱，把它抹均匀。放一把大家都喜欢的折耳根根，最后撒点白砂糖给它卷起来。小丽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吃东西。你没看我在减肥吗？不要拿这种高热量的给我吃啊！高热量，冷的大热量。哦，冷的，你早说嘛。老板哥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特地给你定制的，这火鸡面的酱配上折耳根，太爽了，简直是冰火。什么玩意儿？1986，过期34年了。一会儿骰子摇到几就放几包火鸡面的酱，一颗有啥意思啊？要玩就玩3颗。3颗，这视频拍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一颗就一颗嘛，用这颗。哎，不用摇了，我直接加。我跳不停。小丽啊，姜放多了，太腻了，加点蔬菜。勉勉强强，这蘑菇这么怪的颜色，吃了肯定要肚子疼。等一下，你别浪费啊！这个消消毒还是可以吃的，只要加入消毒3件套就可以了。醋、辣椒、芥末，这很熟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你说话不要扭，不尊重人。我没有扭啊！我操！今天我要做一个秘制小汉堡给大哥吃，先拿一片成员的面包，加入 17.5 万辣度的剁椒，加入 A5 级进口鸡胸肉，均匀的撒一点点辣椒面，最后给他盖上，大功告成。现在找大哥，擦大哥，今天我做了个秘制小汉堡，你先吃。小李竟然主动拿吃的给我，啊，我平时都不叫他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吃了这么多辣椒，没看见啊？我们四川人都这样吃的。哎，我自己吃吧。又有吃的送上门来，看我怎么搞手。先给气球灌满水，然后砸向他的左手，根据8减3乘2等于10的原理，这次脱手后肯定是掉在这儿。嘿嘿，来了、哎呀，砸歪了。你别砸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走，我也没带啥好东西，就赔你点辣椒吧。又用这一招，我今天就算被辣死我都要自己吃。活太难了。哼，下次换个更辣的辣椒。又一个人吃好吃的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恭喜你少年。奥特曼，没错，就是我，
你想和我一样帅气吗？想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好，我将赐予你奥特曼变身器负气，但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你得把鸡腿给我。我当然不自私啊，这咋用啊？简单，你只要大唱这首歌就可以了。小棕熊，蓝蜻蜓，大王者，小老虎。首先准备一根成熟的母辣椒，然后从你家的空调遥控板中取出一块电池，用电池负极与辣椒进行充分的摩擦。手上撒上食盐，将电池正极放在手上摩擦，使手上充满了正电极。请不要眨眼，巴啦啦小魔仙变身！哇哦，现在他辣椒素已经被完全激活。小丽，试一下。这也没啥特别的啊。真的好辣，而且我感觉有股电流在刺激我的大脑皮层。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就要写作业。太爽了，再来三碗。想知道怎么把辣椒提升十倍辣度吗？先把辣椒剁碎，把它们放入容器中炸锅。我操！倒上自制辣椒提纯装备，生火。马上辣椒精华就会从这根管子中出来，滴入这个杯子中。三斤辣椒才做了这么一点，把它注射到烤鸡里。阿力，把那只烤鸡给你吃。烤鸡我最喜欢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哇，你这个鸡肉好辣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定是火鸡，等一下，放、啊！等一下、你不要命了？这个都敢吃啊？你唬谁呢？这我早上才从河里捞上来的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实话告诉你，这条鱼它早已经变异了。曾经啊，它只是一条可爱的黄鳝。昨天我也吃了一条，结果脸上都长腮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必须要专业人士才能处理，交给我吧。哎，那我吃只变异的鸡不是可以飞了？哇、啊！啊，真香、太好吃了。腌制了八个月的猪皮子啊，再加点菜椒，给它卷成猪皮卷。听说大哥现在很能吃辣，我们找他试试。炸，大哥，是猪皮卷，这个超级辣哦。认识这个字吗？我现在可是吃辣白银选手。不是白银选手吗？这也不辣、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样的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你自己也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。现在五万吃午饭第一种。哎，现在五万块钱，我得多久才能还完？我太难了，肉也不敢吃。你别笑。第二种，先生请点菜。不看了，把你们点最贵的东西都给我上一遍。好的。哇，兄弟大气，吃好。喂，什么五万块钱啊？我不是小李，打错了。没事没事，吃。哎，对了，刚刚是不是说了找你借五万块钱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现在的人真不讲诚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啃了三个月的鸡腿。怎么长蘑菇了？哼，又一个人吃都死了，才三个月啊！哥哥，快来帮我晒一下被子。炸来了。美女，我最喜欢晒被子了。今天是小鸡炖蘑菇，我现在就来帮你。什么鬼东西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好！孤单吃啊！不好意思，吃完了。哎，放了三个月，你没发现都长蘑菇了？不是小鸡炖蘑菇吗？嘿嘿。哇哦！啊，好香啊！哎呀！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懂个屁啊！我在练铁头功，把你鸡头给我啊！鸡头里面全是重金属，吃了之后头真铁、我知道怎么练三味真火了。哎、看着这只鸡也只有我一个人吃了。啊，真香、哇，太爽了！上。李大侠，有话好好说。没法好好说，天天干这么多坏事，唯有一死谢罪。少林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临走前可以再吃你一块猪耳朵吗？都给你吃。加点辣椒面吗？杀！你别笑。情人会是什么？会吗？会吧。嘿嘿嘿，等一下，我给你跳个芭蕾舞助个兴。好好。杀，没事吧？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掉出来了。来，你的吃还给你。我不要了。嘿嘿。
哎呦我的妈！鸡翅配粑粑粥真好吃。终于来了，我都快饿哭了。嗯，大哥，我发现个不得了的秘密，奥特之王有儿子，根本就没听说过，你不要乱说。你别笑。我的屁股爆炸了。那真香，哎呀。算了，不能吃辣是吧？我今天非要让你学会。今天先给大哥做个微辣的，像这个中间最辣的就我自己吃。再泡个火鸡面，只加一爆酱，把刚才剪下来的辣椒丢进去。大哥，微辣火鸡面试一下。我又不吃辣，只要你把这个面吃了，我就送你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宝贝。啥？小小火鸡面？哇哦，也不辣了吗？你别笑。不是吧？我脸都不辣，装，肯定装的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嗯。等一下啊，我背上好像有只蜘蛛，你帮我把它拍下来啊！这么大只蜘蛛，别怕，杀！你好狠的心啊！我没用力啊！别狡辩了，你这招是隔山打牛，我认出来了，吃的苹果。原来我真的是武学奇才，我试下拳头功。走，据专家统计，温度高于1000度就可以使辣椒的味道完美释放。大概猛火3小时。老板刚，哇，这味道小李肯定喜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小李，地上的事都不要找我。给你特制了霸王龙骨，快尝一下。哇，你这个这么厚，是不是加了番茄酱啊？我不吃番茄的。咋可能？都是你喜欢的辣椒。哦，那我喜欢。好辣！有辣吗？嗯，确实少点辣味。嗯，这味道才正宗。哼，下次做的更辣了。哇哦，又背着我吃好吃的，看我怎么给你搞到手。敢不敢来玩一个你一直都想玩的游戏？哼，你不就是想套路我鸡腿吃吗？我今天不套路你，今天凭实力。你不是想打我吗？只要一个腿就能打我一拳。平时总是欺负我，今天一定要复仇。好，哈哈，杀！金钟罩可不是白练的，那我可来喽。不痛！哇，这金钟罩可真厉害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走，再来个腿。我们习武之人吃一个就够了，不能贪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李果然是高手风范，还好搞了个腿。哇哦！叮叮叮！哎，美女，你包掉了。啊！人呢？啊！哎，看看有没有身份证。哇哦，这么多钱。啊，累死我了。嘿嘿嘿。嗯，对。嗯。嗯。嗯，大哥真傻，又是雪山泥土。你别笑。好、啊。嗯、啊、再去买一点。哎呀，最近发了点小财，不知道咋花。捡它。必须捡它，爸爸，您坐。哎，有点饿了，来吃个蹄花。这么多骨头，有喂狗呢？哎，看我笨的，马上。哇哦！您再尝尝。嗯，速度快点啊！马上马上，哎，走开，我自己来。哇哦！嗯，嗯，今天先走啊。哎，不留点啥吗？哎呀，随便给你打个100万亿，等一下。100万亿，这哪国家的？哼。津巴布、啊、等一下啊，螃蟹都不会吃，这样会窒息的、啊、这里面全是粑粑，你看这颜色明显还上火了、啊、我的天哪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蟹类都只有这个脚能吃、嗯、这么贵的螃蟹只能吃个脚，你这还叫贵啊，人家帝王蟹几千一斤还只吃脚呢、哦、那看来吃腿没错了。这些粑粑我就拿去给你丢厕所了。嘿嘿，小李可真好。还是这些黄豆最好吃啊。对象、啊、你这样吃要串稀的。啊，难道这个皮不能吃啊？怎么可能，皮皮下听名字就是只能吃皮噻。我们先把口眼抠开。看到这些紫色了没有、嗯、吃了就串稀。哇，幸好有你，不然又要被粉丝嘲笑。好了，全给你剥好了，这些壳你慢慢吃。这些不能吃了我就拿去喂狗了。嗯，那这么贵还不如小龙虾的壳好吃呢。太不买了。哇哈哈，这贵的东西果然好吃啊。嘿嘿嘿嘿。等一下啊。
我刚在我奶奶床底下发现一串项链，你帮我看看值钱不？每一颗里面竟然都有一块和田玉，这恐怕是顶级的活宝石项链吧？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灭霸手套里面的无限宝石。你瞎说什么？你还是多吃点鱼补补脑吧。这一看就是个地摊货，不值钱的，我拿去丢了。这下发财了，最少能买三套北京海景别墅呢。你别笑。章文鱼果然还是油炸的最好吃啊。这部队火锅还是得加点醋才好吃。这谁呀、吃了一桌子还不收拾？炸！还有这么多吃的居然就不吃了，太浪费了。这十年的老陈醋我连汤都给他喝干净了。你别笑。哦，这么好吃居然就不吃了，现在人真奇怪。我的部队火锅呢？哎呦我的妈。今天又做了件好事啊。太香了。大哥吃牛肉竟然没有香菜，一定是香菜太贵了，他买不起。大哥，我来帮你啊！现在就好吃了，不允许我不吃香菜。不可能，世界上没有人不吃香菜。一定是脏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浪费粮食？我真不吃香菜，一股臭屁虫的味道。你骗人，你不吃我吃。难道全世界只有我不吃香菜？